盘着卷着，你咱俩一人一个卷着，咱俩搅快。哎，好嘞，来，咱俩一起搅吧。搅干净点，搅干净点哈。这回买的热汤，我比上回那新鲜多了。嗯，这大的你那个也。嗯。硬上回买没这大，上回这泡汤它那个不新鲜了。它一搁勺就不行，这玩意儿就不能搁勺。它就没打氧的，一打氧的也不好，那下啥的。你看这下啥就是清啊，这一清吧，它就是新的，没搁勺的。一搁勺的下啥吧，就发白了。那这都带紫的，还呀，都带黄啊，这都带黄。母这还有，就是下啥还行。边主要给它炒干净就完事儿。这虾爬就得买不能搁勺的，搁勺那皮彪挑，那虾爬这里头就没有肉了，一吃你看它活打氧那个也是，它到时候也是空。这个底下堵着，给它搅去，底下抓都给搅干净，省入口时候吃的时候往嘴不好整，不好扒，这些就好扒了，到嘴一刻就出去了。